分享六款万星科技出的办公神器，很适合用来卷翻职场同事。第一个，万星喵影，万星科技的拳头产品，著名国产视频剪辑软件，在国外也很受欢迎，很多大 V 都在用它来做影视解说和知识讲解视频，特点是把视频剪辑的门槛几乎降到了零。现在主打的 AI 自动抠像，图片和视频都能抠的那种， AI 脚本创作， AI 配音库，也都是围绕降低视频创作门槛的升级，电脑版和手机 APP 都有。第二个，万星播报，一款可以让照片开口说话的 AI 工具，官方介绍是营销视频创作神器，但实际上用来生成知识讲解、产品介绍、企业宣传、给孩子讲故事、让老照片开口说话的视频都可以。生成视频的过程也很简单，导入照片和文案，选一款配音， AI 就会自动生成一段可商用的真人讲解视频，也是电脑版和手机 APP 都有。第三个， BoardMix 博思白板，国内著名白板工具，我愿称之为职场辅助神器，里面内置了大量全球顶级方法论模板，我们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直接拿来一键套用解决。它最新出的 AI 助手接入了和 ChatGPT 一样的功能，更是适合学生和职场人士，可以用来自动生成流程图、思维导图、写工作日报周报、做竞品分析、数据分析、工作规划、团队头脑风暴等等。有了它，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，效率直接翻倍。同样，电脑版和手机 APP 都有。第四个，意图脑图 MindMaster， 国内最有名的思维导图工具之一，特点是产品界面简洁，上手简单。最近也推出了一键自动生成思维导图的 AI 功能，特色是能让它扮演各领域专家，从专家角度生成相关主题的读书笔记、思维导图或 PPT， 适合用来卷翻你身边的同学和同事。电脑客户端、手机 APP 和 Pad 端都有。第五个，万星路演，我愿称之为老师们的最强网课神器，上网课、直播、录微课、剪辑一体化神器，露不露脸、做直播、上网课都适用，用起来也非常简单。导入课件 PPT， 直接在桌面打开就可以边讲边录，人像也可以同时一起录，录完的视频可以直接完成剪辑编辑，非常适合自媒体、培训师、网课老师用来上网课、直播、录微课。第六个，万星智研，它是万星科技针对教育工作者推出的新一代讲演神器，主打 AI 自动生成课件 PPT， 同时也可以用课件 PPT 一键录制网课，能大大减少教师平时备课、录课的工作量。软件做得既美观又傻瓜，任何人上手就能用，最重要的是目前完全免费。 Nice。